我们的县文工团在湘西古丈县，当时只有一座电影院，座椅是一排排的长条木凳，看电影时有人抽烟，有人说话，有人嗑瓜子，可我已经很满足。我们一帮小学员可以互相打掩护混进去，好看的电影可以连看五六遍，那时真不懂情窦初开这个词，现在看来正是那个年纪，电影和梦又走到了一起。看到电影上少男少女放慢动作的奔跑追赶，就有说不出的陶醉和羡慕，心里想将来自己的白马王子也应该是这样。电影真像是在做梦。我和阿妹荡秋千。
时候的电影没有现在电影的大力推广和宣传，也可能是我在的那个小县城太偏远，不论是新片老片，那唯一的电影院总是满座。有一次同伴告诉我，电影院在演马路天使，那个女孩子像你，连唱歌都像。我说不可能，可又悄悄地自己去看了。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可有了同伴的话在脑海里，从此我就不自觉地对他有了一种亲近感。后来我知道，他的名字叫周旋。中国电影以其特有的题材、类型和风格，在荧幕上展现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，想象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，呼唤和创造着自己的观众群体，并为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观众所呼唤和创造，成为一个世纪中国大众的梦幻投射与集体记忆。18岁那年，我调到了湘西自州歌舞团，逐渐接触外面的世界多了起来，电视也随处可见，
小时候对电影的那种神奇和梦幻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可当听说家乡附近的王村在拍电影，我又像小时候那般好奇，借口回家赶到了那里。哎，来了，老谷、来给加上点。哎，真好吃啊。这都是媳妇儿训练有方。只见演员们穿着家乡常见的土布衣服，吃着我们小时候常吃的米豆腐。我第一次开始思考电影。它不仅仅是梦，它可以离你很远，也可以离你很近。常年地带，莫要把鲜花丢路旁。穿我们淌水过，只要你一心爱哥哥。对人的感召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这是我进入海政歌舞团，穿上海军军装的那天总结的一句我自己的电影理论。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看电影《海峡》，歌声和大海一起涌向你面前，那种激动是幸福的流泪。
我第一次如梦般的看到了大海，也听到了大海的歌声，那一刻是我一生也忘不了的。大学毕业在北京，在几个歌舞团的选择中，海军使我感到唯一的亲近和向往。今天我依然感谢电影带给我的选择。海军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是电影，有几分浪漫，几分梦幻。当我下部队时，面对大海，面对守卫小岛的官兵，我想起儿时，想起电影。战士们很单纯，也很艰苦，可他们单纯的幸福，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远离尘世和喧嚣的纯净美。很像小时候电影在我脑海中印下的那份美感。
这几年不断有人来找我拍电影，我有些心动，但还是没有答应。我在想我走过的路，小时候觉得自己唱歌有天赋，可唱到今天越来越觉得有太多的功课要做。我想演电影也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我还是先做好一个歌者，先做一个忠实的电影观众。我心中会始终保持着对电影的缘分。也许在我做好充分准备的那一天，我会走进我心中最神圣的梦。